虾桂，这个季节的虾桂肚子基本上就是很肥了，看都有肚子。但是哪一天就会稍微小一点，哪一天就会稍微大一点，都是每天船回来然后给你们现做的。小一点就多吃几个肚子，大一点就少吃几个肥肚子，大小都肥。都不会差太多。这个就小一点，它也肥。里边都是有黄有肉。凉了之后它这个肚子就会稍微缩一点，但是东西都在里边，看现在都是白肚子，很肥。这就是黄里边。